先嚟噶。生命在於你，我生命在你的裏頭，我所有一切都是你的。其實我們有的錢一切都是比我們的生命比較完全沒得比的。我們生命最重要就是我們有神的生命。我生命在於你，我在於你，我在於你，我在於你，在於你，我生命在於你。狗見到主人係好開心，我哋見到創造我哋嘅主。中國人對於狗咧好負面，其實狗係好嘅，西人係覺得好好嘅。有啲書教人做好嘅朋友，你就學狗。中國人就覺得好似好羞恥咁樣，但其實咧係一個好大嘅誤解，因為狗係神所創造嘅。我哋試下學下狗咁樣對神。Thank you.
將啲煩惱吹曬出嚟，將個心靈湧入神。又真嗱，你想象而家你已經去咗天堂咧，你會諗下，哇，真係好！你而家想象你自己喺天堂，一切天堂嘅福氣係屬於我哋嘅，你喺度享受神，神啊，呢一切福氣。你已經為我預備好曬，我不配，但係你已經為我預備曬。親愛嘅聖靈，求你祝福我哋嘅神，再一次祝福我哋嘅神。
需要你的爱。我需要你的爱。打开你的心，耶稣，求你的爱涌入我心里面。哦，求你的爱涌入我心里面。完全的医治好，哦，帮助我同你有一个好深的关系，神啊，我欢迎你入我的生命的深处，欢迎你入我生命的深处，去医治我、祝福我、释放我、安慰我、拥有我，啊啊，放松的心灵，啊。將啲重擔推卸出嚟，好似成個靈魂湧去神嗰度咁。哦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我整個心靈湧向神你嗰度。我们是有两个宣教士来我们中间分享的，这首诗歌愿万民都能做的门徒，就是我的神啊，愿意我们成为你的器皿，愿万民都成为你的门徒，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，能够学习这些宣教士，愿万民都能做你门徒，能尽知识奉上
多謝主，多謝主耶穌。